盘点整股清歌的搞笑瞬间。姐，天大了，以为我好心的是吗？靠，这些怎么收拾你们？姐，我哥急眼了，咱们赶紧跑。怕什么？你先陪我玩一会儿游戏，我等一下再收拾他。就姐，你要干嘛？别喝，让你们也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。老爸，这不能喝呀。喝。哥，赶紧喝，不然别怪老爸他们对你不客气。你们今天就算是把我打死，我也不会喝。哥，我都说了不要在家玩球，你看这就好了吧。老老实实给我待着，不然家都给你拆了。太过分了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跟我斗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姐，我哥还在上懒觉呢，你能不能去把他吵醒？我不去，等下你哥揍我怎么办？你穿这衣服，他就不知道是你了。我说了，不去就是不去。你不是一直想买鞋吗？我给你买了一。我吵醒你哥再说。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。又是你哥干的。哎，姐帮你出这口气。老弟，看来光靠我们两个也是不行。Defense, don't you neck, I'm rather happy to feel like
哥，你做个人吧，我们都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我就简简单单想睡个觉，有这么难吗？有这么难吗？你是不是给我打你啊？打我？对。宝宝，你听我说，小姐的地不很好，长大了还是了。哥，你怎么刚睡醒就玩电脑？是不怕我叫老爸和姐夫来收拾你吗？别怕，下班放马过来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是不怕我叫老爸和姐夫来收拾你吗？怕。下完了，这个家伙不能待了。老爸，我哥又喝多了。不可能，我上次才叫住过他。他肯定喝多了，不然他不会把三桥的摩托带回家睡。老弟，你让我好好睡个觉行不行？你去整姐和老爸吧。姐，你出来一下。小的。对啊，要不我们拿这个去吓唬吓老爸？可以。姐，你赶紧脱干净，不然一陪老爸回来你就完了。老爸，等一下，你去整姐和老爸吧。看到没，是我哥叫我整你们的。
姐，你完了，我哥燕老爸过来收拾你了。你慌啥？我有办法。你想干嘛？你听我的就好。来，老爸，快点，别跑了。你给我顶好了，掉下来有你好看。跟我斗，好像在后面呢。老爸，我哥找你有事。啥事？不知道，好像说有惊喜。你哥这么懂事的，竟然还跟他准备了惊喜。这就是你说的惊喜？还有没有？把我这个喇叭放下给你，听懂了？哥，你看你给老爸气的，还不是因为你。这样吧，哥，我给老爸买了个新帽子，你拿去送给他，就说是你送的，他肯定会原谅你的。老爸，别生气，还是我给你的惊喜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装神弄鬼，看我这下不把你打残了！老弟，我好像见到鬼了。不会吧？我刚才看到一个黑影跑进解放间了。果然是你！你无缘无故的打我干嘛？是一副鬼模是吧？看我这下怎么逮你！老爸，我和我哥在玩这个角色扮演游戏，今天轮到你假扮这个黑衣无常，去找我哥。怎么样？我像不像？像，特别像。这下看你往哪里逃！我要以德服。服阳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？这次我一定要报仇。等一下，老爸，你们不能像我哥一样，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问题。你们要以德服人。对，老爸，我们要以德服人。